第十课，复韵母 i a v 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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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复韵母 i。I 发音时，先发啊，然后舌位向一舌位滑动，啊响亮而稍长，一轻而短。小朋友们一边读一边记，你挨我，我挨你，挨挨挨。读 i 的四声 ，i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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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。好的，我们来做字词发音练习。奶奶，奶奶，奶奶。奶奶，白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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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麦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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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木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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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才的内容小朋友都学会了吗？现在让我们来读一首儿歌《袋鼠妈妈》。袋鼠妈妈去买菜，不急，篮子有口袋，买萝卜买青菜，袋里有个小乖乖，啊呜啊呜吃起来。去买菜，不急，篮子有口袋，买萝卜买青菜，袋里有个小乖乖，啊呜啊呜吃起来。复韵母 a， a 发音时先发 a， 然后舌位向一舌位滑动， a 响亮而稍长，一轻而短。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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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小朋友们一边读一边记，用力劈柴 a a a。 现在我们来读一读A 的四声 ，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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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。好的，下面我们来做字词发音练习。杯子，杯子，杯子，杯子。梅花，梅花，梅花，梅花。刺猬，刺猬，刺猬，刺猬。飞机，飞机，飞机，飞机。刚才的内容小朋友都学会了吗？现在让我们来读一首儿歌，《排队》。燕儿，燕儿排好队，后面跟着小妹妹。燕哥哥慢点飞，燕妹妹
快点追，大家团结紧，谁也不掉队。小队后面跟着小妹妹，燕哥哥慢点飞，燕妹妹快点追，大家团结紧，谁也不掉队。复韵母 V， V 是 UA 的省写形式， V 发音的时候先发 U， 然后舌位向 A 滑动，乌响亮而稍长，一轻而短。你们听，微微微微微微。小朋友们一边读一边来记，围巾围巾，微微微。读微的四声，微、为、伟、为、微、为、伟、为。好的，下面我们来做字词发音练习。葵花，葵花，葵花，葵花。骨碎，骨碎，骨碎，骨碎。锤子，锤子，锤子，锤子。现在让我们来读一首儿歌，落叶。树叶飞飞，就像一群蝴蝶，张开翅膀追追。秋风秋风吹吹，树叶树叶飞飞，就像一群蝴蝶，张开翅膀追追。